规则，在两个小时之前，我们的评审已经把即兴的题目交给了我们的王丹的手里。没错，王丹接下来将给我们带来的即兴题目叫做《盗版碟》。好，为他配戏的呢是赵海燕，掌声欢迎二位。哎呦我的，哟，英子，哎呀妈，好长时间没看着你了，挺好的呗？哎，我刚才给那个就是那个十字街头拐角那块有一个小车卖的音像，什么就是他说的打折的可便宜了。你不也愿意学做菜吗？我买三四本呢，可好了。原来你说那店里卖16块钱一张是不？现在一10块钱三张，可便宜了。不行你去看看去呗。成那出你还不爱去，不去拉倒，我个儿回家学去了啊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老公可爱吃那个我那个做的菜了，我那老得换着花样做嘛。我看这个是做菜的，好像能差不多少。我看看啊、哦，学学做菜。接下来这道菜叫糖醋排骨，刚才已经说了如何备料，那么现在我就教大家如何做糖醋排骨。我教备料了吗？教了吗？我也觉得像没听着备料似的，我就拿个本儿的功夫，他说备料备完了，我看看。接下来这道菜叫糖醋排骨，刚才已经说了如何备料，那么现在我就教大家如何做糖醋排骨。妈呀，这啥碟啊，连个头都没有呢。首先开火，倒入油，油的温度大约在50热左右，让我感受一下，可以了。然后把排骨倒入锅中，然后把配菜放入锅中，充分的搅拌均匀，炸至1分钟。好，让我看一下时间，差不多了。然后加花椒、番茄酱，充分的搅拌均匀。然后加少许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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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盐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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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说练瑜伽练气质还练体型吗？妈呀，这口气儿光吸进去啥时候呼出来呀？哎，这得挺多长时间呢。哎呀妈，他咋那么能撅呢？我有点挺不住了。哎呀妈，他咋还不起来呢？我不行，我迷糊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挺时间太长了。啥破玩意，他是不是又卡碟了你呀、啊、哎太憋气了，要老照这么整的话，像他那么嘚瑟一会儿，肠子给我甩出去，我都40来岁的人了。
这给我气的，图片没好货呀，这盗版碟不行啊！哎呀妈，刚才这把我累够老呛，你说还嘚瑟上来。别气，这是那歌碟，但愿这个歌的碟能好点，听听音乐放松放松。啊，用学着玩没累的，没咋地，给我累的上不来气儿的。哎呀，容易吗我呀？想省这俩钱没省下。像草原广阔，哎，要听着有放松啊！风雨阻隔，这也卡的呀！总有云开，开，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我。别飘了，别飘了，演完了。电视没关呢。电视不关了。好，谢谢二位非常精彩的表演。不知道我们三位评委老师看过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呢？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才艺表现。这个就像刚才在底下我和本山老师沟通的一样，就是他前一段模仿王天来呀，那个其实就是在皮儿上的表演，没有深入到人物。那么我倒觉得这个演员他的基本功各个方面应该是很不错的，只要往人物里扎一扎，有你这样的条件，想出来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儿。但是就这一段表演来说呢，你刚才模仿了跳印度舞、瑜伽，还有后边这段模仿费玉清，尤其是费玉清这个往上看，这个模仿非常像。因为费玉清这个动作有个特点，他一唱歌就是在演播室的状态，他往上看看哪个灯有事儿没有，爆了没有，这费玉清一个特点，模仿的非常好。我呢觉得刚才你的表演比你前一段的那个演出确实要好多了，最起码我们看到你这个演员的本色，看到你自己内心对一个角色的理解和一个表现，说明你是有表演基础的。但是呢就是这个度要把在什么地方，在这地方你可能还在欠缺，你的条件绝对了你将来能成为一个好演员。谢谢孟老师。我非常喜欢这个创意，这个创意特别好，就是这里边呢能融进很多，就包括你的讲座、倒带、声音，就是一系列都应该加到里边，都不用配。因为我们经常要听倒带的声音，是那种这个都是这声，完了恢复到常态。这里连声音带动作，一般的话倒带的是。完了恢复到正常，你要把这些声音都给它铺垫上，这就好了。后边呢就是整个桥段，后边这个桥段非常好，就是学唱歌这个一直卡到这句上，因为你首先设计的是一个盗版碟，这对盗版呢又是一个讽刺。这后边的演的，因为王丹妮呢前边小沈阳的印象过深，你模仿他呢是过去他刚出道时的二人转演员，当演王天来的时候他已经改变了王天，就是小沈阳。